就是这个微信群以前大家都是综合性的，信息量特别大，很多想看的信息可能都看不到，就都被刷屏刷上去了。现在呢，就是说师兄们把这个群呢进行了一下分类，有法布施群，有读白话佛法群，有做的佛言佛语图片群，有互助交流群，还有什么法会助缘群等等。这样呢，大家把这个群进行了一下分类，就可以各尽所需，各取所好了。想问一下师傅，这样的分类合不合理？如理不如法？如理如法吗？对不起，师傅。嗯。像这种分类只是一种方法之一，如果你觉得大家能够接受，但也没什么不好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就是说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吃饭的话，对不对啊？你分类素菜一起上，啊，那个这个甲鱼甲的肉啊一起上，啊，你汤一起上，有好有坏，汤一起上，两个汤一吃，你还吃其他东西了？你当然夹着吃比较好啊。啊，那我听明白了，师傅。但是就是说，还有的群它就是分时间段管理的，就是综合性的。比如说那个以前我参加的这个群，它就是早上5点到7点，然后就是共修时间段。然后呢，7点到8点就是给师傅助缘的时间段。然后就是每一个时间段就有不同的什么法布施啊，读白话法啊，还有就是说进行什么图片交流啊，或者是大家可以语言交流都可以，但是它划分出了时间段来进行交流。没有，就是说比如说在读话白话法这个时间段呢，大家都读白话法，都听白话法，不要进行法布施。但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比如说读白话法的时间或者给师傅助缘的时间，大家就在进行法布施。那么群主就想问一下，或者义工的师兄想问，在这个时间段，如果可不可以制止他进行法布施，把这个白话法时间共修的时间过去之后，他再进法布施的时间段进行法布施呢？师傅，你可以跟他们讲的呀，靠自觉的呀。你说有半个小时共修，希望大家啊暂时好好一起共修。你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法布施的，法布施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。法布施那是一个天命，人家说起来那是一个大乘佛法，你如果去阻止他法布施，你就有犯罪。你不要以为你是在共修，一样，他 anytime any 时间，他如果只要他是在法布施，你就得支持他。听懂吗？救人是第一的，菩萨下来救人是第一的，其他都是第二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好的好的。那就是说以后就是说大家可能现在进行读白话法的阶段，如果有的师兄这个阶段就是说他就想这个法布施，他发上去之后大家也不要制止他，是这样吧师父？因为没有因为没给大家有影响，你就让他发好了。好的好的。如果有影响你跟他说请你现在暂时不要发，没有影响你让他发好了，没关系的呀。好的好的。那个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师兄们就说啥呢，为了净化群里这个气场，所以就要进行一下就是统一，你可以然后群主啊或者义工啊就制止他。我告诉你，谁制止他谁出现嗔恨心，谁就功德有漏。好的好的，你们听师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要一看见他一发了这烦好了，你功德就有漏了。你最好的方法，你知道哪几个要发的，你跟他说给我半小时，我们共修的时候最好停一停，那不可以啊。好的好了，哪几个人发的嘛，你应该知道的呀。好了好的好的，明白了，听明白了师傅，感恩。